下乱党丛生，从中都不稳，从三司衙门前往后达天庭听此，找不到他在哪儿，到底是谁？只有扇门没圣血，朝廷要对天煞入门下手，那就干脆硬碰硬，干他个痛快！天煞教徒再次下山，袭击了西门村。让开！再不让开，休怪我无礼了。在下白如风，愿联手灭天煞。喜乐，你父亲在天上，娘，心疼。